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克西，欢迎来到马克西说澳洲。今天是2021年的6月17日，星期四，又跟大家见面了。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是墨尔本著名的富人区 Camberwell 啊。今天呢，带大家看一套房子，是一套建于1933年，将近90年的一个老宅啊。不过那里呢，是全部重新翻新过了，而且是一个双砖房，所以还挺值得期待的这样一个别墅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出发去看看。OK， 那我们就出发来看一下这套房子啊。这套房子呢，建于1933年，所以距离现在呢，已经有将近90年的历史了，可以说是一个充满了年代感的老房子。那像这种啊，建筑年龄超过70年的房子呢，就要注意啊，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历史遗迹建筑啊，不能改变外观这样的要求。那这种呢，具体的话，要找购房律师看一下合同。我们可以看到这房子呢，它只有一个车位啊，这算是一个小缺点，不过门口还可以停一辆，问题不大。那这边呢，就是它的厨房以及餐厅区域啊，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天花板上的吊顶雕花还是非常漂亮的。但是说实话呢，我对于这个厨房啊不是特别满意，因为呢这个厨房相对来讲呢比较小，而且我们看它是属于一种半开式的厨房，就是整个窝在里面的，而且呢用的是电磁炉灶，所以呢估计华人朋友会不太喜欢。如果这个厨房啊这一片区域能大一点，那我感觉呢会更好。而且它这个地板呢也是原来的老地板，就比较旧了，如果真的自己要住的话呢，可能还得换一下。而且因为老房子的设计啊，像这个靠近天花板的橱柜啊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能够得着啊。那这边呢，从厨房出去啊，就可以到户外啊，到这个后院去。而且呢，有一个小巧思，就是这边打开呢，有一个感应灯，里面呢是一个步入式的储备间啊，藏在里面，还是挺巧妙的，我很喜欢这个设计。那我们接着呢往前看，顺便刚好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这个房子呢，它位于墨尔本的东南区 Camberwell。Camberwell 呢，距离市区是比较近的，只有12-13公里。但是它这个房子呢，所在的位置啊，比较靠近 Burwood 的这一端，而不是靠近 Camberwell Market 它的核心区域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呢，它的标价相对便宜一点。它目前的标价呢是230,000-250,000，当然具体呢要看下周6月26日的一个拍卖的情况。我不是推销这个房子啊，只是给大家分享，这房子也不是我卖的啊。OK， 我们接着往前看，这边呢就是它的一个客厅区域，里面呢有一间卧室，它虽然是布置成了卧室了，但是呢这个卧室呢首先啊就感觉没有这个衣柜啊，它只放了一个等于书架这样的，那没有衣柜呢就感觉缺了点什么。其实作为卧室呢面积 是够的啊，但没有衣柜呢我觉得是一个硬伤，因为这种啊后天去加的话也怪麻烦的。有一个好的地方是它可以通到后花园，而且呢这套房子啊所有的窗户我注意到都是用这种木头的百叶窗，这个呢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木头百叶窗会贵一点。大家注意到吗，到这个房间呢是有一小点的台阶的，这就证明啊这个房子的地势呢其实是横向的，有一点小坡度的，才会造成这种现象。事实上呢刚进门的时候大家也应该看得出来它是有一点点下坡的啊，但是不是很明显。所以呢说实话这个房屋的地势呢不是特别好，因为第一呢有一点点的路冲啊，当然它这个不是特别厉害，所以问题不大。另外呢它这个房屋所在的地势本身呢，一个是前后的话有一点点的下坡，左右的话呢也有一点的坡度啊，这个是关于地势方面的。那我查了一下这个房子呢，它没有 easement， 也没有这种 overlay 和 covenant， 没有这方面的种种限制，从这个条件上来讲呢还是相当不错的。 OK， 那我们接着往另一边看，可以看到呢其实在一楼的靠后面还藏了一个洗衣房。那考虑到呢因为一楼本身有会客厅，而且有一间卧室，所以呢它这个洗衣房啊其实是增加了淋浴房以及马桶这个功能啊，这个是必须的，你不然一楼的这间卧室啊怎么去生活起居嘛，对吧，不方便。楼下呢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储存空间啊。 OK，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该上楼去看看楼上的布局了。
顺便说一下啊，当然我知道买富人区对吧，200多万的房子你肯定不太会去上公校的，不过它对口的公校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倒还挺不错的。这边呢二楼的夹层还有一个马桶间。 OK， 我们正式到楼上看一下。顺便说一下，离这个房子最近的火车站呢是博物的火车站。这个火车站虽然叫博物火车站，但是其实呢在 Glen Iris， 距离是 1.4 公里，所以还算挺近的，走路也可以到。那这边 Camberwell 这个区核心的购物区域呢，毫无疑问是靠近 Camberwell 火车站 Camberwell 市场这一带。那开车过去呢，我查了一下，差不多是要6-7分钟，还可以啊。这个卫生间呢也是做过全部的翻新了，所以感觉呢是比较舒服的。整套房子呢其实进行了大量的翻新啊，由于是一套双砖房啊，所以呢这个墙面敲上去的声音都是闷的，感觉呢比较厚实。那关于房屋节目呢，其实我做过几期的音频啊，大家可以去听一下，如果需要连接的话我回头发给你们。 OK， 我们接着看啊，同样的这间卧室啊也有这个问题，就是衣柜呢这上面的怎么够得着啊，我真的是有点无语。虽然我知道它层高比较高啊，层高至少是2.8米以上，但这个上面衣柜实在够不着，而且这衣柜很旧了，如果真的自己住的话恐怕全得拆掉换全新的，感觉呢会好一点。 OK， 这里是我最喜欢的一片区域啊，就是这个书房区域。我们可以看到它这片书房区域呢大量的有这个窗户，三面的开窗，非常的敞亮，空间感呢也很棒啊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区域了。考虑到现在疫情的缘故啊，有这样一个个人的办公室藏在房间里面真的是太棒了，我非常非常喜欢。注意到了没有啊，这边从卧室到书房也有一小格阶梯，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它这个地势呢横向的也有一点点的小坡，不过这么一点点呢无伤大雅，问题不大。这边呢是它的一间儿童房，可以看到这边的天花板的雕花呢也是非常考究的。这里呢也是有衣柜的，但同样的这个衣柜啊真的很旧了。我觉得这个房子买回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衣柜啊全部换掉，这样的话呢会可以放更多的衣物，而且感觉上也会舒服一些啊。另外呢提醒一点啊，这个老房子呢它用的是这种暖气板啊，房间里面几乎每一处都有这种暖气板，其实保暖程度还真心不错啊，我穿着大衣啊在房子里面都觉得热，我是可以接受的，但是很多人呢更喜欢中央暖气。二楼的这间次卧呢还自带一个小阳台啊，那从这里一侧看出去就可以明显的感到了，这个地块呢其实路冲的是有一点了，但是还好它不是正对着，所以从风水上来说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那往里走呢就是它的这个卧室，所以这边呢是可以当一个学习空间啊，或者说呢放一些衣柜啊，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这样的布置。OK， 整套房呢就是这样了，接下来呢进入总结时间。 OK， 那今天这套位于墨尔本富人区 Camberwell 90年的老宅我们就看完了，在这里呢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分析啊，最后我们做一个打分。我们来讲一下优缺点啊，先说缺点吧。缺点的话呢就是首先呢这个房子的地势啊有一定的缺点，就是它呢前后是有一定的下坡，而且左右的话呢也有一点点的小坡度。另外呢路冲啊虽然谈不上，但多多少少也比较靠近马路啊，有这个小问题，这个是地势方面。另外一方面呢作为一个老宅，它的车位只有一个，卫生间呢也只有两个，毕竟有4个卧室，如果3个卫生间呢会合理一点，2个卫生间着实有点少了啊，这是一些方面。还有呢就是它这个房屋的布置啊，作为一个老宅，很多的衣柜啊包括储物柜啊真的在太上方了，靠近天花板，这个设计呢不太合理。包括呢楼下的这间卧室啊是没有衣柜的，还有呢楼上也有一间次卧是没有衣柜，这个呢是我觉得不太方便的地方。另外呢它用的是暖气板，有些人可能更加希望是中央暖气，还有毕竟房子是将近90年了，所以虽然呢经过了全面的翻新啊，但是呢还是可以看出老旧的地方。这里呢我一定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啊，如果你真的特别喜欢这个房子，除了找购房律师审核合同看看有没有什么限制条件以外，
最最最要做的事情，就是让第三方的验房公司啊，把这个房子里里外外的好好的查验一遍。主要呢看两个，一个呢有没有结构性的问题啊，毕竟老房子对吧，在所难免的会发生沉降啊，可能哪里有裂缝，只不过现在因为翻新掩盖掉了。还有呢要查一查有没有白蚁的问题啊，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这个呢也是很多老房子的一些通病啊。 OK， 这些呢是我看到的一个缺点。另外呢还有就是它的厨房呢相对来讲比较的小，感觉有一点点的压抑，如果厨房更大一些呢会更好。但是从它的优点来讲，优点呢也确实非常明显。第一个呢，作为一个老宅啊，它是非常结实的双砖房，所以呢这种房子呢就比较历久弥新啊，质量方面呢是非常考究的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它地处的这个位置生活是比较方便的，走路到电车呢是差不多400米左右，上了电车就可以到 CBD 了。另外坐火车的话呢，距离火车线 1.4 公里，我觉得也是一个走路可以到可以接受的距离。那电车线那一头呢还有一些小小的这些店铺啊，包括像咖啡馆、邮局啊，以及这个亚洲超市，这些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呢都挺重要的。当然刚才也讲了，如果你要进行大量的购物，最好到 Camberwell 最核心的那一片区域 Camberwell Market 那边呢，购物的店非常非常的多。那另外的一个优点呢，就是它对口的公校是相当不错的，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。当然我知道，因为买这个房子的家长基本上都会把孩子上私校，对吧？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 bonus， 是一个加分项。另外呢，这个房子的优点就是它房屋的层高呢比较高，而且呢没有老房子的通病啊，就是它每一间的卧室面积都是够够的，都是非常大的。而且还有一个书房啊，那边的那个开放式的书房区域是我个人非常满意的一片区域。另外一点呢，就是这个房子啊，因为它的这个花园不大，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区域都铺掉了，铺成水泥了。另外呢就是铺了这个 decking 啊，这个亲子平台，所以打理起来呢是比较方便的。这一点呢很符合我们华人的习惯啊。那这个房子的卖家是本地人老外啊，但这个设计啊我们华人倒是更加喜欢的。这个呢就是我对这套房子一个比较中立的评价，因此呢我给它的评分呢是7分。那具体呢还得看拍卖的情况，它现在标价是230到250，对吧？那目前呢像这一类的房源啊，就是200到300万啊，这一类的房源房子比较好，状态都不错的还真的不是特别多。所以呢我们具体呢要看拍卖时候会来多少人，我觉得来的人不会少了，因为今天周四嘛，还是上班时间，来看房的已经有7-8组了啊。里面值得一提的是有3-4组都是华人。那具体拍卖怎么样，我们拭目以待，我到时候也会去看看。 OK， 那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觉得我的内容还可以，麻烦点个赞关注一下，那我们下期再见了啊，拜拜。